我手里面啊有那个彦祖的签名照片，你们要不要？要啊，都谁要啊？哎呀，这咋再给你一个啊？这彦祖啊是于彦祖，我们村的那个，我们村的颜值代表于彦祖，我爹。给留着，孩子你来一个，大爷你来一个啊，留好了，非常好，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可有用了啊，留好。哎，你这老人出门要害怕，记得兜里揣上它；小孩哭闹也不听话，家长马上亮出他。两口要是不和老吵架，你让彼此看看他，马上就觉得对面的他可美了。哎，揣好他，留好他，幸福千万家。来点。哎呦我的妈！天经地。干啥呢？啊。感谢一下咱们的街坊邻居，小脸啊，这个月你表现的真是特别的好、啊。目前啊，业主对你是零投诉，哎，坚持住啊，哎，这个月最后一天了，嗯，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就能登上这个月的光荣榜了。哎呦我的天，小脸啊，照片都给你洗好了，哎，你这张英俊、潇洒、年轻的脸，马上就能登上这光荣榜了。啊，不是、啊、这个总经理，你三思啊，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不是彦祖叔叔吗？是。哎呦，拿错了呢，我拿错了，没事、那个、没事小脸啊，是这样、哎、嗯，一定要站好今天最后一班岗，嗯，你就能登上光荣榜，嗯，经理设计的挺别致啊，放心吧金经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下去歇会儿吧，这个月该我了。哎，妈的，我跟你说呀，大美今天过生日，让我帮他娶个蛋糕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好好表现一下啊，我就飞快的就奔蛋糕店了。由于太兴奋，从蛋糕店里出来就飞快的，啪嚓一仰八叉，我摔都没啥，蛋糕咋办呢？因为这个蛋糕摔坏，大美不理我，我可咋整啊？这是，哎呀。哗啦哗啦的，你这业主怎么了？哎呀呀呀！大情客吗？这不是啊？你干啥呢？这是怎么还哭了呢？不，你干啥呀？没事，我刚才说，我说尊敬的业主怎么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帮什么忙？赶紧别让待着，太闹心了。哎呀，这还生气了？你这是啥？快点闪出去！轰！点啊！哎，来来，过来，咋的了？你刚才跟我说啥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哎呦，还真有件事需要你帮助。啊，啥事？什么鞋带啥的？我哎呀，哎呀，不，帮我拿蛋糕啊！你这，你别说帮你拿蛋糕，你现在让我给你系鞋带，我都给你系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。干啥呢？这亲妈这个头，他怎么还掉了呢？你妈这头发比较紧的，蛋糕摔地下了。啊，脸上，你说这个蛋糕从这么高地方要掉到底下，那能啥样呢？掉在地上，现在估计经我诊断，应该是粉碎性稀巴烂吧。啊，咋整？咋整？大兴哥，对不起你啊，大兴哥。没事就好。紧张，赔钱吧。赔啥钱呢？赔钱呢？啊，大秦哥，你说这我不是故意摔你，来来点，怎么能让我赔钱呢？你坐着，这么的啊，你听我慢慢说啊。这个蛋糕啊，它不是我的，是大梅姐的啊。一会儿呢，你就跟我去一趟，跟她把刚才的事情说一下，跟她道个歉，然后呢，她接受这蛋糕以后呢，她觉得能吃，哎，你不用赔钱了。这家伙你还有心笑呢，你这蛋糕就啪嚓一下摔的，那家打开肯定是吃不了了，你还让我上大梅姐那赔礼道歉，大街坊邻居都知道那大梅姐这啥性格啥脾气啊，那要上她那赔礼道歉，她不得生气啊，她一生气就上物业，上物业就得投诉我这月光荣榜我就上不去了。然后你让听哥说啊，只要帮哥把这事办了，别说上光荣榜，你要是上封神榜，我找人都给你推上去了。
我上什么封神榜呢？我咋的？看乐高呢？谁过生日啊？千万别告诉我啊！告诉我还得随礼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别转了？我迷糊。谁转的？你在这转的。来了，哎，我这蛋糕有人赔了。谁呀、啊？他，你给我他摁住。啊啊啊啊！就地儿。站住！干啥呀？哎呀，别来了，没事。金哥，这样来，你过来一下。别来了。哎呀，就刚刚哈，就你那个当啷当啷那儿那个，那个状态，哎，我就一看你啊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你跟那个小米粒，你俩现在是越来越配。于小脸，这是我2018年听到最幸福的一句话。哎，我小脸，嗯，这么不注意形象呢？你鞋带开了，我帮你系上。这，我啥门开了？鞋带呀、啊。你这辈子鞋带没开过呀？这次开的是如此的开心呐！啊，来来来，小倩啊，啊，你帮我拿一下蛋糕，啊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完了，我系个鞋带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哎、然后呢，注意啦，你把蛋糕还给我吧。蛋糕呢？这儿呢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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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会儿啊！不对，你整错了，你改了那讲还不是你小倩啊？来，你帮我拿下蛋糕啊、哦！啊，来，哎，这个鞋带儿，哎，然后呢？你说你怎么的？你老放蛋糕放这儿了？我看着了。不对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尊重我一下，就是从我手里面接过去的东西，你要亲手还给我，是不是？来，你别着急，咱们俩再来一遍，来。有病！哎，钱钱过来过来，钱过来，钱过来，钱。看着了吧？啊，看着啥了？看着蛋糕摔地上了。谁弄的？你小脸啊？你看这，我啥不说，还有个证人呢。那你赶紧的，快点赔钱。不是我赔啥钱呢？那个，我兜里没钱。小倩，小倩，那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啊。你过来。干啥？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凭啥呀？凭啥？凭我这个月马上就要上光荣榜，如果大秦哥这蛋糕要是惹出麻烦的话，我一投诉我就上不去了。你凭咱俩多年的感情，凭你帅，你是不是得借我？于小脸，我告诉你啊，有我呢没问题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掉地上。搞定了，哎，放心吧。拿着，哎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赔的。哼。那什么，天津哥，你把多少你拿着吧，剩你自己花吧啊，咱俩走吧，走走，站住。钱还是个钢镚，你让我买啥？买包装纸够不？啊！我跟你这么说了，就你这点诚意啊！我现在我不跟你废话，走，我找你们经理田笨笨家。等，小脸挺不容易，你放我放放你一马。谁到了？谁到了？你干啥呢？你瞅你说这两句话，走这两步道吧？你瞅你，还找我们经理田笨笨去？你找他干啥呀？你太不知道心疼我们经理田笨笨了啊！我们经理就这个点儿，我跟你说，正跟我们那些年轻的保洁在那谈情况呢，知道吧？哎，交代一下工作。再一个，你找他来干啥？你找他来能咋的？咋的？他好使啊？啊？他好使咋的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论工作能力啊，论业务素质，还论长相，他都比我厉害呀。是不是？
赞美的话少说啊。嗯，对，他，你咋不告诉我呢？他来了，我告诉你了，我一直跟你挤过咋呼了。你在哪儿挤过咋呼的？跟你身后啊。那我能看着吗？小脸啊，哎，这干啥呢？没有那个什么。我怎么感觉你这工作是不是出现问题了？没有，我们呢？田经理，不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事儿不点管。给你解决了，别吱声。能解决是不是？能、啊。那行，我玩呢，我们。玩呢。他玩行啊，你不能玩啊。我没玩。你这是工作的。对，告诉你啊，最后一天了，坚持住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。是。玩吧。我真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莲儿，哎，解决完了吧？解决完了。赶紧的。这样啊，咱们这个。闲言少叙，好不好？弄坏你东西了，我就赔钱。大清哥，你告诉我，赔多少钱？今天你就这么说了哈，还是这么收？你给88000行了。多少钱？我300买的。你跟人要多少钱？88000。88000。大清，你别人坐人呢，我没胖娘。你蛋糕花多少钱？我说300吗？你花300，你管我要88000呀？我喜欢这个数，它比较吉利。你咋不喜欢888000呢？你拿不出来呀？你以为88000我就能拿出来呀？拿不出来不挺好吗？咱俩正好找大美，你跟他道歉的。走。不是。哎，别人扯不了，撒开！我搁这看老半天了啊，我看明白的。我说句公道话。就这，于小脸，给他88000。你听我说啊，于小脸儿，咱是男人，你听明白没？啊，给钱可以，道歉绝对不行。还大美，我看的是臭美，点八万吧，打着走。我现在想给你打走了，你信不信？谁给你的勇气呀？这哪来的勇气给他点88000呀？你瓜都有啊你啊，寻啥呢你？闭嘴！大金哥啊，这样吧，蛋糕现在要赔钱的话，我实在是没有啊。你看看能不能我跟你去大美姐那赔礼道歉？太好了，不，你等会儿，能不能12点以后给大美姐赔礼道歉？今天过生日，你明天去，你这不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啥也别说了啊，两条道你选一个，跟我上大美的道歉，一个。找你们姓的前辈们，投诉！行，这，我有人意思了啊，大清哥啊，过分了，你过分了啊，还老找我们经理舔笨笨啊，看他这个名起的吧，还叫舔笨笨，一个笨不行，还得俩笨，叫舔笨多好，不行，非得叫舔笨笨，得多笨呢。你说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啥不好？不好听。对，那肯定不好。哎呀妈呀，没事了吧？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在呢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刚才老有意思了。我上蛋糕店啊，正好碰见大钱哥了、也不知道他是给谁买蛋糕，这把他兴奋的，拎着蛋糕嗖嗖就往外撩啊！我刚想说，哎，你慢点，等会儿你再摔了。我这话还没能喊出口呢，就看一个庞然大物从我眼前嗖啪就找我，就在他落地的一瞬间呢，我感觉整个地都在颤呢，摔得那叫个惨呐！哎，对了，还有他手上拎那个蛋糕，比他摔得还惨呢，你都不知道蛋糕吗？哎，对的，哎，就这点这样，哎，你没改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蛋糕摔成鸡蛋饼了啊？啊？我说小米这儿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大清哥他咋的了？我说大清哥摔了。摔了的时候手里拿蛋糕，蛋糕咋的了？蛋糕啊，蛋糕啊，嗖飞出去了。大清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把蛋糕整碎了，冤枉人于小脸，还要88000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好。脸上，秦哥，你过分了，你都了解了哈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就这么，那什么，大美过生日让我取个蛋糕，我先，对吧？我俩不是那样吗？我这
没想到就摔了嘛，就出了事。我没别的，就想找个人啊，你跟我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。你看五大三粗，我挺怕大美的，我们俩那咋办？大秦哥，你说你这事办的啊，太不地道了吧？你自己的闯的祸，你往人于小脸身上推，让人替你顶缸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美姐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带搭理你的。你说哪个女人喜欢说谎的男人呢？对，小米妞说的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没别的意思，就寻找个人啊，跟我去道个歉。我寻我不就没事了吗？你，哎呀，那我是以后再也不犯这种事了，行吗？啊，那蛋糕你看都摔成这样了，那咋整啊蛋糕啊？还咋整？白整那老大高个子啊，一遇事儿你就怂了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这个蛋糕也是给大美姐订的啊。这样吧，既然你都知道错了。那等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蛋糕一起去给大美姐过生日吧。好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哎呀，江哥把这个功劳给我，大家都不要抢啊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脸上哎，事儿过去了啊，没事，原谅哥啊。好嘞，光着网事儿解决了，隔代情人解决了。那走吧，一会儿咱们给大美过生日。对啊，走。实话实说吧。